告诉他啊，上分再这么慢的话，不给他打了。想打我他的人有的是，他上分不快点，他没有核心竞争力，那我的号就给别人打。你自己不会说，不是，你直播间不是很多太监吗？我寻思你们不是很爱传话吗？你他妈的傻逼是不是？操你的畜生！喜欢恶心人吗？就本来要去天空赛场的，今天回来干你。啥？对，你们狗分子，没想理你他妈，真的是得寸进尺，真够畜生！我操，轮胎怎么没了呀？来，有种你今天带来假的货，你别走！我告诉你，你别走，我不忙你点。他不姓郭。他打老子飞机是吧？我他妈让你打！